你是永远摆脱不了他了吧？咁多单谋杀案都系同一个国际伪钞集团有关，佢身份不明，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冇佢资料。我知道，画家系咩人？你想我复制边一位大少啊？我想你复制呢张美金，扑你个街！我叫吴复生，多谢你出现，将我出产嘅超级美金。是全世界最多人喜欢的象真话还靓过真那些。买家就是当今有权有势的，他们一直都保护我们的家。画家什么人来的？喂，做什么啫？打住啊！这么大杀气的。我最爱的人是画家杀死的，快点走啦！有心假货都可以做得比真货好，难得你生，真系做翻次主角。